坤坤要不要来证明一下？猛龙最近一条朋友圈最近是什么？因为所以压力很大，就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猛龙他喜欢半夜发朋友圈。哦，都几点大概？其实一般大家可能有些都睡了到一两点的时候，因为他喜欢工作完了自己去找一些那种街道啊什么的那种，就是抒发一下，就是自己去抒发一下情感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挺对的。那坤坤，你现在能回答我们最近要朋友圈是什么吗？肯定是没有做功课，这个。我猜一下，有没有哪个成员有？因为我确实最近没怎么看朋友圈，是工作后。我来猜一下，是不是发的一张照片？不是两张，也不是三张，是一张。哎呦，竟然对不对？是两张。你是不是发的中文？是两张，是不是中文两张？对，中文对不对？中文。嗯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请猛龙自己来解密一下，好吧？最近一条朋友圈，我其实最近一条朋友圈是好像是。